大家好，我是 B 曼，这次是第一次以单口相声的方式来跟大家聊聊特朗普和 crypto 的一些事情。大家知道，特朗普一直是一个很亲 crypto 的一位总统，而且在7月13号特朗普被暗杀未遂的事件之后，他当选总统的这个呼声空前。而且呢，比特币也从特朗普暗杀事件的时候57000美金涨到了到现在的67000美金。而且特朗普在暗杀事件之后宣布一样的坚持出席在纳什维尔的比特币大会，所以可见的是 crypto 行业其实是受到了特朗普的很多的方面的影响。所以如果特朗普能够成功的获选总统，那么对于 crypto 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最近很多朋友跟我一起交流的问题，他会有对于 crypto 一些什么样的政策。所以今天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首先呢，特朗普会不会成功胜选？从民调的显示来看，特朗普在被刺杀未遂之后，彭博的调研看到了是特朗普胜选的概率已经超过 60%， 拜登呢就从原来 40% 大跌到 15%， 甚至在民主党内部已经有人在建议拜登退选。那么拜登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个 I'm sick 的一个推特之后，下面有一大堆的人在下面进行嘲讽。而且在特朗普被刺杀未遂这样的一个天选之子的 buff 之下，民主党估计没有什么样的人选能够打败现在这样的一个如有神助的 buff 加持的特朗普，民主党也估计不会有人愿意当这个炮灰。所以现在的一个局势来看，特朗普大概率会当选的。而且在美国的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同样总统或总统候选人被刺杀的一个情况。在1981年的时候，当时刚当选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就遭遇刺杀，但是呢他并没有被刺杀成功。然后在这个刺杀事件之后，里根的支持率提升了 10%， 并且在1984年的大选的时候成功连任。所以其实在历史上，一个总统或总统候选人受到刺杀未遂，这个是有一个明显正面的 buff。 而且特朗普被刺杀未遂之后，那个拍下来的照片应该会被载入史册，他高举右臂，振臂高呼说 fight， 基本上把民主党获胜的概率给打碎了。所以在现在7月份美国大选，正式大选是10月份，如果没有意外的话，10月份大概率特朗普会当选。那么特朗普当选之后，我们会预计到 crypto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他会对 crypto 有什么样的政策呢？首先，特朗普依然坚持去比特币的纳什维尔大会，而且特朗普还宣称说要把比特币纳入到美国的货币储备货币。如果真的是比特币成为了美国的储备货币的话，那么我相信必然会在这个周期涨到10万美金甚至更多。我们知道这个周期其实一直是由政策和传统金融的事件驱动的牛市。今年以来主要有三个大的事件，一个是比特币的 ETF 通过，一个是比特币的减半，一个是以太坊 ETF 通过。那么传统金融的对于 crypto 的接纳带来了大量的关注度，那么导致了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大幅上涨。那么如果特朗普当选之后，他进一步的推动传统世界的对于 crypto 的采纳，那么我相信比特币会有机会在这个周期达到10万美金。那么又有朋友跟我聊到，那比特币从出生开始 day one 它就是一个反传统金融的创新和货币，它在第一个区块上就写了对传统金融的嘲讽，本质上就要去建立一个点对点的现金系统以取代传统金融。那为什么一个志在颠覆传统金融的创新，今天恰恰需要传统金融和政府的这个支持才能去继续维系它的牛市？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看的，比特币它如果要进入主流，它势必是需要传统金融乃至于美国政府这样的机构去采纳的。但是在采纳的过程当中，它恰恰的渗透到的传统金融的一个内部，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把它形容为特洛伊木马。它以一个木马的姿态进入了传统金融，成为了传统金融的一个部分，甚至成为了美国萨尔瓦多这样国家的储备货币。它看似是无害的，它就是一种新的资产，但它的精神内核，它就像木马里面的这种病毒，它会进一步的渗透到人类的共识和更广泛的人群里面，也会在这样的一个平行的金融体系出现更多的创新，去激励更大范围的有创新并且认同比特币这种精神的一些创业者在这里面去建设。所以我其实认为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
比特币被传统金融和美国政府的采纳，就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然后呢，再回到特朗普对于 crypto 的政策和这个立场，我认为他是很聪明的。其实政治的本质其实就是要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在毛泽东选集第一篇第一句话的就是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所以特朗普他很聪明地选择了 crypto holders 这样的一个群体作为他的朋友。在今年6月1号 security.org 的一个调查里面显示，美国今天有9300万的用户持有 crypto， 那么这样的一个9300万的这个人群，特朗普就非常聪明地选对了他们作为自己的票仓和朋友。他通过对于 crypto 的 bullish 的立场，成功地把这9300万人成为他自己的票仓。这不仅把这9800万的持币用户成为他的盟友，他还把在美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 crypto 支持者，像伊隆马斯克、像 Peter Thiel 等等，都拉拢为真正的盟友。我们还记得在上个周期牛市的时候，上个周期最大的牛市的驱动力其实有一个因素，就是在于马斯克。在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牛市还在牛市当中，马斯克作为上个周期 crypto 出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crypto 出圈的作用。它在21年1月份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虚假的 Doge 杂志封面，然后呢，狗狗币就从 0.014 美金飙升到了 0.08 美金。然后呢，它在2月4号又写了一个 Twitter， Dogecoin is the people's crypto， 然后狗狗币就从 0.036 美金开启了上涨到 0.73 美金的这种史诗级的上涨。所以马斯克在上一个周期狗狗币的出圈有巨大的作用，不仅仅是狗狗币，它也在比特币的上涨上产生了巨大作用。他在21年1月29号在 Twitter 把 Twitter 的简介就改成了 Bitcoin， 然后当天比特币就上涨了 10%。 然后在2月8号他宣布特斯拉对比特币投资15亿美元，比特币就大涨到43000美金。那是第一个这个传统的大公司宣布对于比特币的投资。然后在3月24号马斯克又宣布特斯拉支持用比特币付款，比特币连续上涨到59000美金。所以在上个周期的时候，马斯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是一个大放水，散户在通过自己的团结力量挑战华尔街的一个背景之下，所以马斯克作为一个巨大的流量入口，在上个周期带入了大量的新增资金和新增用户，然后这些新增用户 crypto holders 又成为了 crypto 的一个巨大市场，然后带入了大量的 builder 和 founders， 然后成为了上个周期的很多创新项目的核心力量。然后到今天，其实整个美国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持有 crypto， 这个其实是美国的一个巨大的这个基本盘。所以其实在美国竞选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找到一些群体。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他能够获得商人、创业者、投资人的这些选票，那么 crypto 这9300万人大概在美国的画像其实也是商业界的人、科技圈的人以及投资界的人，他代表了是美国的一些先进的精英阶层。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的嗅觉，让他很精准的去能够笼络到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特朗普作为一个美国总统被刺杀未遂的时候，第一次出现在比特币大会，这其实是有相当的象征性意义，而且是非常圈粉的一个行为。相信他也能获得这大部分的9300万的 crypto holders 的选票。那么在上个周期，马斯克作为上一个牛市的重要推动力，他给 crypto 带来大量的新增用户和资金，它成为了上个周期的马斯克时刻。我认为这个周期的马斯克时刻就是特朗普时刻，特朗普可能会接过马斯克的接力棒，成为这个周期 crypto 出圈获得更多新增用户和新增资金的重要推动力。并且在现在这个时刻，美国最重要的两个用户的流量入口，一个是 Twitter， 一个是 Facebook， 都是支持特朗普的。那么特朗普就获取了硅谷的一众科技大佬的支持，从而也获取了美国的最重要两个流量入口的支持。特朗普的声音、特朗普的立场
特朗普的这理念能够通过 Twitter 和 Facebook 传递到方方面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特朗普这次被暗杀失败，他的大量的舆论的酝酿和发酵其实恰恰是在 Twitter、 Facebook。所以特朗普在上台之后，他依然会去知道维护好他的这些票仓9300万的 crypto holders 的利益。他大概率会像他宣称的第一参加比特币大会，并且把比特币纳入货币储备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去推出更多有利 crypto 的政策，并且他一定会把现任的 SEC 主席 Gary Gensler 给换掉。那么这一定会是非常有利于 crypto 至少在美国的发展。在 Gary Gensler 的监管之下， crypto 一直是在相当高压的这个发展。在特朗普上台之后， crypto 的政策以及监管在美国应该会得到很大的解放和释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加 crypto friendly、 crypto 友好的政策环境。 crypto founders 之前在 Gary Gensler 的监管下很多都在 出逃美国，那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他应该会知道怎么样去把这些 founder 吸引回美国，留在美国，让 crypto 真正在美国发生。对，因为特朗普也公开表示过，他要坚持让 crypto 在美国发生，而不是在中国发生。所以作为一个商人，他知道会用什么样的政策和监管能够有利于 crypto 创新，并且会让 crypto 下一波的创新真正在美国发生。并且在经济政策上，特朗普多次在公开的场合表达过，如果他当选之后，他会通过降低通胀，然后降低利率，然后重振美国的经济，这些都是有利于 crypto 的利好的。我们可能在今年会看到再一次的降息，然后而唯一几乎没有被提到的就是美债。特朗普不会在他新的任期里面去重点解决美债的问题，而是会重新的开启印钞机去降低利率，这些也都是对于 crypto 来说非常利好的。所以我相信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他对于 crypto 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增长的动力来源，并且有机会成为这个周期的马斯克时刻。在他的任下，至少会有三个重大的对 crypto 的友好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在于政策这一块，他会换掉 SEC 主席，会给 crypto 更友好的政策环境和创新的环境。第二呢，他作为巨大的流量和 KOL 来源，他也会更多的吸引到新增的用户和资产和资金进入到 crypto。第三呢，他作为一个商人型的总统，他会开始刺激的政策去提振经济，开启降息，然后量化宽松的政策，会让 crypto 有更多的溢出的资金。好了，以上就是我对于特朗普上台之后对 crypto 的影响的一些看法，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些意见，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也欢迎大家跟我交流，谢谢。